作为唯一一个打破次元壁的人，此时也彻底放飞了自我，那种深入灵魂的贱兮兮的样子总是让很多人欲罢不能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此事二里那些又贱又搞笑的名场面。一、恶搞狼叔。电影一开始，小贱贱玩起了狼叔的手办模型，正是狼叔死亡时的样子，而两人在现实中就是非常好的基友，所以狼叔才是真爱。当他被炸得粉碎时，嘴里还在念叨狼叔 Fuck Wolverine。 而且小贱贱在给一位小男孩签名时，盒子的包装图也是狼叔的照片啊。没对，小贱贱来到动物园，旁边的小女孩问他是谁 What's your name？Captain Delicious Pants 狠狠地嘲讽了一波美队翘臀。三、灭霸。影片中的电锁正是灭霸的饰演者，小贱贱更是演着演着开始直呼灭霸的大名。四、寡姐。在小贱贱和红坦克对战时，他就说出了寡姐安抚浩克的台词。Hey big guy， 三天没有露啊，小子。可惜完全没用，还被扔到铁刺上。武东兵在电锁大闹监狱的时候，小贱贱看到了他的机械手臂。六、鹰眼。监狱里，小贱贱带了一只项圈后，失去了不死的超能力，癌症复发的他开始自嘲。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鹰眼是个没有超能力的小垃圾。七、蝙蝠侠。在监狱里，当电锁和小贱贱初次见面时，随后在两人的交手中，电锁各种武器频出，小贱贱觉得他下手实在太黑了。八、黑豹。小贱贱为了救出小胖子，临时召集了一堆超能力者，组建了史上最短的特工队。多米诺都忍不住吐槽这台山寨了，我们来看看正版的。九、恶搞自己。小贱贱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。囚车上，小贱贱准备秀一把双刀挡子弹的绝技，这里就是恶搞的金刚狼爷爷的自己，一把双刀耍得虎虎生风，所有子弹全部被挡下，磕到了这里就。最后小贱贱更是利用电锁的穿越工具回到2010年的现实，干掉了当初接绿灯侠剧本的自己。因为绿灯侠是个大烂片，他很后悔拍了这部电影。接着他又回到金刚狼一，当着狼叔的面干掉了被封住嘴巴的自己，而且他还告诉狼叔不久后狼叔会死掉，这让所有人都很伤心，所以他会纠正错误找到狼叔，并让他再度冲锋陷阵。于是小贱贱拿着扫雷器真的找到了狼叔的坟墓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和血清，